Hello， 歡迎大家咧，逢星期五晚又嚟到體操論壇。今日咧又請咗個女中豪傑過嚟。冇錯，你睇佢，佢都著短袖衫嘅，睇我哋兩個龜佬。係咯，睇我哋兩個龜佬。真係喎，冇錯啦。今日咧，我哋請到咧就係空手道嘅運動員咧，亦都係我哋喺上一年咧印尼亞運會裏邊咧，為我哋奪得空手道嘅一面銅牌嘅黃淑儀。係。多謝你上嚟先。係啦。咁咧，其實咧就話。即係咪後我哋傾個偈，其實咧佢唔係好細個打空手道，係比較後期啲。其實你幾時開始玩空手道嘅啫？我小學四年班有接觸過嘅，係啦，但係就停咗。即係再去操啊嗰啲啦。唔係，就係純粹係喺學校嗰啲興趣班玩下啫。係啦，跟住直至去到高二、高三先開始玩翻。好似喎，真係。係高二、高三咁先開始啊？係。咁點解會？突然間又玩翻啊！時係一班 friend 約埋去玩嘅，係係啦，就純粹係當係課後嘅興趣咁去玩。課後興趣係啦，即係玩。咁之前咁嗰段日子係咪空白咗，連運動都冇玩？定係其實轉咗去第二行？冇玩運動之前都係啦，都好奇怪喎。咁之前玩咩？通常而家啲人都話都冇玩，因為讀書，但係都有個餘下活動啊嘛。格子局成你咁，你餘下活動係玩其他運動，或者係玩咩？我之前就喺中學嗰時就管樂團咯。哦，玩音樂嘅。係啦。係啊。包冷喎，一個文一個武喎，兩回事，點解轉變得咁突然咧？去到點解突然間會？係咯，點會即係心血來潮又會玩翻練翻咁咧？就係一班 friend 玩，我都唔知玩玩下就越玩越。愛上咩令到你突然間由文轉做武，而武又會愛上咗啲嘢，即係話會。最深少少啦，就開始嘅。點解咧？真係因為我氛圍啊，好啊，原來打空手道啲人好好玩嘅，好傾嘅。原來嗰個技術好好嘅，好適合我。因為邊方面會令到你咁？我開頭覺得悶嘅，但係係啦，因為就係出拳啫嘛。你開頭學嗰時，你唔會學啲好複雜嘅技術。係啦係啦，但後屘可能係一班 friend 玩都覺得開心，但後屘佢哋可能覺得悶到就得七七八八。係啦，跟住咧。係啦，跟住咧嗰段時間咧就咁啱參加咗澳門賽，係啦，嗰時仲係黃帶嘅啫，係啦，係啦，跟住就咁啱被教練睇中，我唔知佢睇中我啲咩，跟住就邊個嗰陣時教練啊？雷薩，都係雷薩，都係啦，係啦，跟住雷薩就揀咗入集訓隊，但係就冇比賽嘅，頭嗰年紀都冇比賽，就淨係練，咁我都唔知點解越練都越中意練。仲即係話突然間教練話啦，喂總教練話，喂你掂喎。你不如入嚟集訓隊啦！你嗰陣時有冇思考嚇入集訓隊唔好啦？掛咁，因為你個心情係點嘅啫？因為咦正喎，咁啊俾人睇中喎，咁咩心情係點嘅啫？嗰時咧因為唔係教練直接對我哋講嘅，咁咧佢哋就會同我哋可能管嘅負責人係啦，管嘅負責人講就可能係即係想邀請呢個你哋管入邊嘅管員入嚟集訓隊。咁通常咧，我哋管嗰啲師兄啊師傅，如果見到你，可能係。比較低級，係啦，或者覺得你捱唔住咧，佢就通常會截住咗啦，係啊，就唔會俾你入去先嘅，係啦，就驚你可能入去辛苦或者整親你你連練空手道你都唔會練，冇錯，係入到去強度太大，你連嗰個興趣都冇埋，係啊係啊，都係一個考慮點，係啦，咁就有一個師兄就覺得我都應該可以頂到嘅，係啦，咁就。都有同我講話入去嗰時候，我對集訓隊就冇咩概念，係啦，就完全唔知係咩嚟嘅，係啦，跟住入到去先知道，哇，原來係咁啊，就好驚啊！嗰時全部都係啲 senior， 即係全部都係成人，係啊，你都成人噶咯，嗰陣時你十幾歲，係係都嗰陣時嗰高即係高三啦，嗰年係咯，係啊，但係最細唔係最低級係我，但係最細唔係我，係啦係啦，因為你遲入行啊嘛，叫係。係啊，都算入到去其實會唔會要追得好辛苦咧？因為其實練咗大概一兩年時間啦，啲基本功梗係同佢哋係有啲距離。係好有距離。好有距離。係啦，好有距離。開頭都好辛苦嘅，咁開頭我哋都有成四五個新人入去啦。係啦。係啊，咁最後都係剩翻我一個，係啦，剩翻一個。係啦。點即係其實會即係喺。
技術方面咧，咁梗係即係正如剛才所講咧，嘅基本功係有距離啦。喺心理上都有距離嘅喎，可能即係點咁講咧？哇，大佬佢有啲人可能都細過我，但係已經咁犀利，自己仲係咁。黑帶啊，全部都係。有冇即係嗰種感覺係都幾尷尬嘅喎？其實會啊，係啊，但係就會想有嗰、那個。即係可能追近佢哋嘅心咯，就會係啦係啦，所以就嗰時都好肯翻，就有練習就翻啦，幾乎係有日日翻。其他佢幾個咧，我成日因為你咧、你選嘅項目咧，即係總共有兩種啊，一個早手嘅型啊嘛，型就係耍套路啊嘛，早手就唔係噶嘛，打拳拳到肉噶嘛，佢冇其他你係俾人打走曬、你。又捱得咧？你嗰陣時係咪會俾人打？即係話初出去有冇個即係話一個階段就話，喂成日俾人捱打咁，你又打唔打得翻人？即係話嗰段階段係點咧？俾人暗住打，又係暗住打，係啦，因為真係幾乎係差唔多係一張白紙咁擠入去嘅，係啦，咁可能技術上啊、體能上其實都。爭超遠，係、啦，但係你都係要打噶嘛，即係你練習嗰時對打，你都要出嚟打，都要去㗎，係啦，係啦，掂唔到佢哋嘅機會，係啦係啦，埋唔到身，埋唔到身，埋唔到身，係啦，咁可能會有沮喪，但係就會係都係想繼續努力。你再追求，你係想豈有此理？練多啲，唔係跟住再係啊！我唔知，我其實呢個心態其實唔係幾好。豈有此理？你成日俾人打，我要打翻你先得。因為唔係，我要練好啲，練好啲，係啦係啦。即係唔係話係主要係技術嘅啫，唔會因為要打翻人咁嘅。冇，係啊，因為同埋我有。監管有三，嗰時有三個大師兄都係集訓隊，係啦，咁佢哋都會額外練我嘅，即係加操啦，要你係啦，係啦，係啦，所以就都好多謝佢哋幫手，因為冇佢哋都冇今日。你加操係咩？即係譬如你入到去，嗱係咪你一個心就我要打比賽，我要贏，即係話我係打好自己，我係話為提升自己定係？喺有次你要贏賽事啊，定係邊方面嘅心態嘅？你覺得嗰時嗰個階段就係想練好啲先，因為嗰時我佢哋即係教練都唔會放我出去比賽，就唔會放我出去比賽先嘅，係啦。咁就想練好啲，起碼即係可能要等教練覺得，咦，你可以出去比賽，即係想爭取到有呢個機會，可能可以出去外邊比賽。咁我想問下，其實你自己即係由細到大係咪一個好勝嘅人咧？其實還好。但係練咗空手道之後，變得有少少好勝，係咯，係啊，因為即係一般嚟講咧，運動員我哋特別依家啦，可能就五六歲就開始練啦，或者做嗰啲嘢啦，係而家有訓練嘅學校，即係就算再推遲十年咧，咁大家將時間再推前十年都好啦，都係要細過去訓練嘅話咧，會訓練到嗰種鬥心啊，嗰種。嗰種咁嘅體育精神啊，呢啲咪，但係其實你錯，即係喺嗰段時間你錯過曬嘅喎，你係即係其實到高二、高三嘅時候咧，基本上人嘅性格啊，有好多樣嘢都定曬型。冇錯。咁嗰陣時候你啊真係好犀利，點會突然之間跳入去第二個圈嘅咧？真係，即係嗰個轉變會好大嘅。我係越練越中意，係啦，練空手越練越，特別係早手啦，我覺得係。即係唔好似係跑步咁，可能我今次我練到係可能係跑係啦，快幾秒就個目標。但係空手道就特別係早手好難，你好難睇到，即係你真係要出去比賽，你先至可以睇到你到底你練嘅嘢 work 唔 work 啊，或者係你嘅策略 O 唔 O 強，係啦係啦。同埋因為對唔同嘅國家又唔一樣，對唔同嘅選手又唔一樣，係係啦。所以我就好中意嗰種，我好 enjoy 比賽同埋練習。嘅感覺，係係係。咁練習嗰時，父母點睇咧？有冇打傷過？話女咁開頭都嗰陣時俾人正正走去啊！有冇傷過？有冇即係父母有？咦，翻到屋企嘅時候，喂，哇！你咁樣唔好打咯喎！有冇？因為你父母開始嘅時候，嗱，一般父母其實好緊要。開始嘅時候，佢係你話俾佢聽，我打嗰陣，佢有冇阻止？到你入集訓隊啦，成日挨打啦，可能傷翻。又有冇阻止你咧？佢即係屋企個對家長對你嗰、那個，即係打空手呢個係咩態度咧？即係咁，媽咪就比較傳統啲嘅，係啦，佢覺得你可能係讀好書，即係可能揾份穩定啲嘅工，咁就 OK 啦。係啦，咁開頭佢咪你咪當去玩下咯，係啦。咁佢見對我個成績又冇咩影響，咁佢就唔理嘅啦。係啦。
見對我成績冇影響就唔嚟啦。可能有時，但因為就算即係俾人打親都唔會特登俾佢知，除非真係啲可能冇打面啊，打中幾中啊，除非真係瞞唔住嗰啲俾你睇到，我話啲冇嘢都係預幾日就好翻嗰啲，所以就。還好，即可能膝頭嗰整親，你唔會睇，係冇錯，唔會睇到啊嘛。裙都唔著啦，就唔會特登俾佢知啦，都擔心。咁媽咪第一次反對嗰時就係全職，做全職嗰時係做全職，因為特別佢仲要聽講話要休學，係啦係啦係啦，嗰時都有嘈嘅，係啦，但係係啦，但係點樣嘈咧？佢係咪即係都隔咗幾？幾個星期冇講嘢咯，係啊，係啊，因為佢就覺得即係你玩還玩，即係好似而家好似係攞你前途去搏咁，佢就覺得。不過好彩就爸爸係支持，係啦，爸爸就支持。咁咧一般嚟講都係阿老豆咧同阿女嘅關係啊好啲，阿仔同阿媽嘅關係係啊係嘛，係係，我自己親身就係自己係咪？我自己親身就係。咁你點説服你阿媽咧？其實？冇啊！後屘見我咁堅持都唔理我，係係啊，即係唔需要再講嘢。係啦係啦，反而見到可能我有時成日整親嘅，成日都好心急，煲好多湯俾我，咩田七湯啊嗰啲啊，係係去魚啊嘛，係啊，成日煲。即係每一個父母都係錫自己嘅仔，錫嘅錫嘅。即係佢反對你，其實係覺得你行呢條路咧，好辛苦，又好辛苦得嚟咧，好似冇乜保障。反而如果讀書。咁啊一條啊，你知喺澳門街啦，又穩陣，係咪先要揾份工，用乜字啊，係嘛咁樣樣。咁你自己又點睇？咦，嗰時又點解揀全職咧？係佢咯，我真係唔明。我覺得即係書可以咧，可能可以吞遲幾年讀都仲可以讀，但係你如果運動員嘅話咧，你遲幾年你就做唔到啦。係啦，咁我覺得係即係自己唔好後悔，我驚可能到時日老咗，點解我唔？選擇嘗試一下咧，係啦，可能會有成績咧，係啊，嗰時都未知。啊，嗰時我諗你嗰陣時都已經係好後悔，點解四年班嗰陣時候唔繼續玩落去咧？係啊係啊，可能又唔一樣。如果四年班玩嘅話，係啦，都會爭好遠，因為始終嗰個 basic 嗰個咧，係啦，特別有空手道，係啦。即係嗰啲嘅深入骨髓嗰啲啊，總之係一嚟就已經有個反應啦，到你諗嘅其實就係啊。咁你父母有冇睇你比賽嘅初期？唔會，好少。好少。佢真正睇應該係亞運嗰次，因為平時我都唔會特登同你講話幾時有比賽啊，比如澳門賽嗰啲我都唔會特登同你講嘅，係啦係啦，就係真正第一次睇，因為嗰時有直播，係啦，亞運有直播，係啦，佢就有睇，係啊。咁之後你贏咗，更加開心啦！開心嘅開心，係啊。咁點開心法咧？或者你呢個賽事，或者你攞咗呢個牌嘅時候咧，對你有咩轉變？有咩有咩體會或者點咧？我哋時間就到啦，所以下一節再繼續同阿黃穗傾傾佢亞運之後嗰個睇法。
第二節嘅體操論壇啦。咁啊，哇，咁第一節都幾傳奇啊。咁第二節再問下，其實人生第一次攞獎係幾時咧？記唔記得？白紙一張啦，參賽啦，執埋集訓隊啦。幾時咧？東亞運。東亞運。好似係東亞運啊。2005年。唔係，嗰時都未打。未打。喺香港。練都未練嗰時。啊。好似係東亞運。東亞幾屆啦？東亞運，東亞運。跟住印度啦。唔係。唔係，香港啦。香港之後好似係上海好似。唔係，都唔係上海。東亞運喺邊咧？死啦！武昌。武漢，好似係咪武漢？好似係武漢，係啦，武漢，係係啦。嗰時唔記得，即係攞咩牌嗰時係銅牌。銅牌啊，係啦。嗰種感覺。因為我係靠嗰次先至做全職嘅，係啦，係啦，就靠嗰次先做全職。因為點解問佢咧？其實就話：喂，亞運突然間，你係咪一雷天下響？突然間出現咗個黃金唔啦。咁其實唔係噶嘛，其實就話。其實之前你都一直有打賽事同埋有攞獎嘅，咁所以第一次就係喺呢個東亞運攞。之後你又有仁川啦，又有其他亞洲錦標賽或者東亞咁亞洲區嘅賽事。你打過咩賽事？即係比較開始令到你加強你對呢個項目嘅訓練同埋做法咧？應該係台灣到打東亞錦標賽，係啦，就攞銀牌嘅，係啦，因為其實東亞區啲選手都強嘅，咁因為我台灣都好強啊，係啦，台灣同日本都好強，咁當然啦，係啦，咁就可能係嗰次打完之後覺得，咦，其實都唔係話即係一個完全追唔到嘅距離，係啦，就可能想再練好啲，想再同佢嘅實力再貼近啲。哦，即係你感覺到澳門其實個水準，即係你嘅水準咧，可以話澳門即係訓練啊，你嘅水準亦都可以同出邊嘅高手一拼喎，咁樣。係啦，就想追近，咁當然仲有少都仲有差距嘅，係啦，係啊。咁開始追啦。係啦。咁跟住就打仁川啦。係啦，仁川第一場就輸咗。第一場輸。係第一場輸咗，係啦，就輸輸俾邊咯？印尼係咪印？菲律賓輸俾菲律賓，係啦，輸俾菲律賓。咁相對嚟講嘅運動員生涯，即係咁出賽其實都算係順啦，有兩個牌都攞咗啦，係嘛啊？但喺仁川即係叫亞運會啦，咁大家嘅焦點都放咗喺嗰度啦，等於一步就輸咗，係啦，都大打擊嘅喎。係啊，因為其實嗰時入隊咗都唔係好耐，兩年左右係啦。咁啲實力同亞洲，因為亞運嗰啲出得嚟都係啲，冇錯係，即係都勁。亞運係第二個層次嘅，係啦，都係啲勁嘅選手嚟嘅。咁其實嗰次都冇話冇咩信心可以攞獎，係啦，就純粹一棍打沉你，係啊，反而激發著你，係啦係啦，咁就冇話因為輸咗而好頹，就反而係更加想贏。咁嗰時咧就再第二年咧就同教練定咗個目標啦，可能就係喺即係2015年嘅時候。係啦係啦，就定咗2018年，係啦，就要係想攞獎嘅，係啦。咁嗰時開始啲訓練啊，可能係強度啊，訓練方式都有少少轉變。轉全職嚟嗰陣時候，一轉咗。轉咗啦，係咪？轉咗全職，係啦。咁其實澳門嘅全職，你講下你大概嗰個訓練嗰個時間安排點樣？我哋就係比平時嗰啲咧，就係多咗星期三、星期五、星期六朝早多咗一節，係啦，係啦。但係嗰一節我就覺得好重要，因為幾乎就係教練係一對一咁練嘅，係啦，一對一咁練。咁所以嗰個強度方面係即係進步得最快嘅，就係嗰度係啦，就係呢度。因為可能夜晚練習嗰時，可能教練係一個要對成，即係要睇係啦，睇成十個啊十幾個人啊，可能有時根本就睇唔到啲位，係啦。咁你訓練嗰方面咧，對手咧，譬如而家澳門嚟講啦，女仔唔係好多啦。譬如你就咁，咁你訓練啊，譬如我知道之前啊，賈嘉慧啊，啲師姐啊，或者蘇瑞林啊，佢都係組手嘅。咁跟住會唔會又同男仔練？因為伊朗又會派啲人過嚟練啦。咁其實個訓練方法你係中意邊方式？咩方式嚟嘅？其實而家嚟即係比賽前，我覺得可以高強度啲，即係可以同外隊啲男仔練就會好啲嘅。點解唔揾翻女仔嚟練咧？即係如果同男仔打都唔驚，
係啦，或者同男仔打你都可以打得到佢哋嘅話，咁你對女仔就完全唔需要害怕。但會唔會唔同啊？策略？男仔勁好多嘅，係啦，男仔勁好。方面咧，唔爭好。係啦，力量方面都爭好遠，但係覺得越戰越強嘅呢方呢樣嘢係係啊，即係全世界都係咁噶啦。問中國隊、問日本隊都係咁上下訓練方式噶啦，都係揾啲男子，即係揾啲可能係二線嘅男子啦，就同啲一線嘅女子係咁粗係咁練噶啦。係啦，同埋因為澳門唔係話太多女仔咯，係啊，冇話太多女仔咁，但係其他地方可能唔一樣，可能佢哋同一個組別有成十幾個人，或者十個八個人爭緊，嚇！但我哋澳門就比較少，係比較少競爭。哦，全職生活會唔會即係好悶咧？其實開頭會覺得有啲攰嘅，係啦，因為可能朝早練完，可能又要去做下 gym 啊，係啦，跟住又到夜晚喎，但係練練下都。還好咯，覺得還好，但會斷六親嘅喎，冇乜朋友嘅喎。唔係，因為其實我哋本身嗰個練習時間都已經斷咗，因為就係星期二到星期五練嘅啫嘛，六點到夜晚，有時八點零，有時十點一，有時要做埋 gym， 係啦，所以食飯嗰啲永遠都出唔到去，係啊，永遠都出唔到去。即係啲朋友就好簡單嘅，喂，出嚟一食飯啊，唔得要練習，叫一次兩次，第三次就叫你㗎啦。所以我哋通常都同事幾隊嗰啲食，即係時間配合分得到，即係係啊，會好辛苦，即係可能一節假日都好啦，都自己都走，都我哋好少放，因為特別因為我哋假日咧，反而更加要練，即係喂，可能啲學生佢哋放假，所以我哋。平時咩放五一啊，咩中秋啲我哋冇咩放，係放年初一二三，可能放聖誕節廿四廿五嘅啫，一年就係，係啦係啦。咁你都幾辛苦啊！我話習慣咗，習慣咗。習慣咗，不過即係就好睇嗰個隊內嗰個氣氛嘅。咦，唔錯，我哋氣氛。即係如果成隊人都係咁樣樣，喂嚟咯喎，咁一齊嚟又好。最怕嘅情況就係咧，即係一出到去得一兩個去練。又唔會，我哋唔會。我想傾下就話，其實就話你喺亞運啦，今次舊年印尼亞運，其實大家都咦，其實就話都其實有機會。其實你個部署係點，同埋最後我哋咦點解會輸咧？其實你對手都對過幾次啦嘛，台灣嗰個。其實你同佢係咪之前已經對，即係喺打嗰次之前，我睇翻啲資料咧，應該你對過佢三次。係咯，係嘛？你嗰次你個部署係點？有冇遺憾或者之一係點？有。點解咧？咁咧頭兩次同佢打嗰時，我都係領先先嘅。係啦，咁我係第一次同佢打嗰時咧，就咩賽事啊？又係啲錦標賽。第一次係世界聯賽。哦。對到佢係啦，咁咧就係贏緊佢，最後十秒輸翻俾佢，係啦。跟住捏住佢嘅，系啦系啦，跟住第二次咧都系贏緊佢，系啦，咁就最後七秒輸翻俾佢，系啦，所以教練就都好嬲嗰次，系啊，都好嬲。系喎，最後七秒，即係你捱就走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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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佢正面對係咁行行嘅行，都避到喎，真係。咁之後就對咗兩次定三次，我唔記得有一次係邊，但係咧亞運嗰次咧，我都係諗住用呢個方式，只要我保住最後個優勢，係啦。佢對我完全轉曬策略，係啦係啦，就同佢前邊打嗰幾場嘅策略係完全唔一樣，係啦，跟住就自己亂咗。咁啊，當我開始係即係已諗到點打佢啦，咁嗰已經係比數已經去到四零，係啦，我最後都追一分，但係已經冇時間，係啊，就比較遺憾，因為如果贏埋嗰場嘅話，就係入決賽係啦，咁咧，但係咧打完嗰場都好攰，因為點解咧？雖然有一爭第三，因為第三個對手咧就實在太強，係係啦，咁佢就係馬來西亞嘅，係啦，咁咧佢同其實佢同台灣嗰個選手嘅水平其實係差唔多，因為都係世界排名頭三，係頭三頭四人嚟嘅，係係啦，咁就都好擔心，係啦，嗰時都。係啦，咁已經入即係爭就爭嗰一步，連個牌都冇或者係啦係啦係啦，咁其實當初開始睇條籤都覺得好微嘅，因為都有成四個係勁嘅，係我嗰條線嗰度係啦，但係淨係有兩淨係得就係出兩名啫嘛，我嗰條線嗰度係啦，咁所以都好緊張，係啦，咁就都有同教練傾咁。我師傅咧都有喺，即係自己道館嘅師傅，係啦，都係俾出即係臨打同排戰嗰時都
特登打電話俾佢，因為佢嗰時睇到你上一場嗰個表演，即係直播嘅時候，就話即係要對自己有信心啦，係係啦，有信心，係啦，咁就叫我唔使緊張，係係啦，咁就好彩最後都贏咗，因為真係好大壓力，因為嗰時盧偉傑師兄啦，係啦係啦，就都有同我講嘅，即係可能佢哋早手都打得，我哋都有幾個運動員都打完啦，係啦，就可能係靠你啦今次。係啊，因為之前我都嗰次睇直播，即係睇曬。咁啊，郭建恆又真係好遺憾，即係其實打得好好嘅。跟住都為咗有加食加，跟住盧偉傑又又未必又上唔到咁樣，即係剩翻你嗰陣。係啊，所以壓力都大，係啦，因為我哋嗰時講我三個全職，即係最希望就梗係一齊攞獎，係啦，係啦。咁佢哋就係啦，兩個就第一日打咗，我係打第二日，係啦，所以佢哋都好希望攞到獎，係啊，係啊。哇！咁嗰一刻真係充滿力量，充滿力量。哇！嗱，啲師兄又咁樣，教練又鼓勵你啦，即係不負眾望。反而係咪自己有壓力會打得好啲嘅？我覺得嗰時嗰個壓力係好嘅壓力，即係上場嗰時咁，有同教練可能係因為對方都高我唔少，都比較高，係啦。佢手長又腳長，又係進攻型嘅選手，係啦。跟住教練話：咦，可能係我進攻可能好蝕底，係啦。就咁，我哋都係啦，係啦。咁可能就係等佢打，我哋一褪再反擊，可能。但係呢一個策略就成功咗，所以就贏咗。係係啊，都搏嘅喎，其實都係，因為就都唔係你自己嘅打法嚟嗰種。我有練，係啦，嗰時有練，即係嗰啲戰術就。一定是有練的，但是其實即係同你自己打開的 style 有啲唔同。有少少唔影響嗰時係，有少少。即係你已經上場就有，即係已經有部署，因為係臨陣嘅時候嘅一個反應或者變陣。開頭前我哋會睇下對手係邊個，會有即係最開頭嘅策略先嘅，係啦。咁如果上到場，如果你唔對路，因為我哋教練可以坐喺場外，可能佢講嗰時候就會聽到，就可能再轉咯。但係嗰次係啦。但嗰次就運用呢個策略，由頭到尾都係 OK 嘅，係嚇都係 OK。因為嗰場會唔會係有少少係要諗個策略係以弱勝強，所以就即係一早已經要諗定嗰啲嘢。要，因為對手真係好強，係即係你打出你嘅部署。係啊。但佢輸口我好唔憤氣咯，其實。都係還好，我第一次同佢打，係啦係啦，因為我哋。女子喺亞洲都有好多個國家，係啦，所以就唔係成日會撞到。我就冇同佢撞過，冇同佢撞過，係啦。但係據我所知，佢打完之後都退咗咯。啊，退咗。唔係，佢本身係可以爭入奧運嘅，因為以佢個排名同埋積分。係啊，但係嗰次因為佢輸咗，所以佢哋就炒咗佢嘅外籍教練。哦。係啦，可能就沉咗啦，跟住就企唔翻起身。哇！咁即係個競爭都好大。咁一樣嘅啫。如果你輸咗，咁就炒嗰個係自己，你炒自己嘅咯喎。係啊，因為如果嗰次輸咗嘅話，我就冇任何獎項，再去同體育局續約。係啦，係啦。咁即係話你即係唔係佢死有我亡？轉捩點啦。咁你嗰次之後，即係贏咗之後，你個心係點？嗰次咧。之前的心同埋而即係之後，即係打之前點諗，同埋贏咗又點諗，係咪有即係完全兩個諗法咧？有，如果咧輸咗嘅話咧，我就乖乖地聽媽咪話去翻讀書。係啦，咁贏之後咧，佢哋覺得咦仲可以打多屆喎，係啦，再打一屆係啦，咁就理事長又游說下啦，跟住安教，安教練又安哥啊，安教練。你仲有得打啊？搏多屆啊！佢話搏一屆係啦，咁就係啦，都係決定打多一屆。嗱，既然佢決定打多屆，咁決定未來呢幾年究竟點樣咧？我哋嘅新嘅訓練中心又落成啦，究竟佢點睇全職運動員對個中心嘅睇法點咧？我哋下一節繼續同阿黃瑞兒繼續傾傾，下一節見。
好快脆咧，又嚟到第三節啦。咁啊，頭先即係都仲講緊亞運嗰啲嘢啦，都係一個即係好難忘嘅時刻嚟。嗯，係啊，會唔會係人生最難忘嘅時刻就係攞牌嗰一刻咧？其實目前為止係，目前為止係，係啊，難忘在於咩咧？其實即係開頭睇完條籤就覺得贏嘅機會都好微，係好微。咁係慢慢，因為咧。你要可能係我對台灣嗰場雖然輸啫，但如果你前面嗰兩場你唔贏嘅話，你連對台灣嘅機會都冇，係啦。咁第一場就還好嘅，係啦，都有信心打贏。但第二場咧，對嗰個咧就係再上一屆攞第三嘅，係啦，就有少少壓力。你喺港島嗰時候第一彎已經輸啦，哇！你係就係佢啦，就係佢啦，佢就攞咗第三，係啦，佢仁川嗰時攞咗第三。哦，即係報仇成功啦，其實就係。係啊，係啊，都 OK 啦。係啦，跟住就好似。越戰越強咁，係啦啦，咁即係打贏咗信心，係啊，咁最後攞牌，佢都覺得好似點解好似發緊夢咁，係啊，都覺得好唔真實嘅其實都。哦，當時即刻一攞完牌，即刻打電話俾媽咪咁。我打俾安教練先。我唔認安，點解會打俾佢先咧？邊個有咩冤怨？即係俾之前佢跟你好多係咪咧？佢因為一直都成日輔導我嘅佢，係啦。咁以前可能係除咗雷薩係我教練之外咧，佢都有負責我哋技術方面，係啦。咁佢都會同我講好多。咁佢都好緊張。我嗰次係印尼，係啊，好緊張，好緊張，係啦。咁可能嗰時就可能好多其他人都未必會覺得我會攞獎，但我出發前咧，佢就有同我講，即係佢咧。我覺得你今次可以咁同我講，係啦，獨具慧眼喎，即係係啦，所以就因為我唔知佢有冇睇直播，係啊，所以就賽完之後入到休息室，第一時間就打俾安教練先，係啦，佢都開心啦，係啊，佢都好開心，係啦，係啦。好啦，你打完呢個賽事啦，咁跟住定個決定要再砌多屆啦，係啦，即是你又同屋企傾過啦，就話我都繼續打啦，係啊，有咩 plan？其實就話。最大的目標都是杭州亞運，而家係啦，因為我哋冇奧運先啦，係啦，係啦，咁咧我哋都有同教練傾過嘅，咁我而家就打緊負五十五，咁教練就考慮緊要唔要將我加磅啊？減輕啲，係啦，因為我個係啦，因為我高度有啲尷尬，係我個做到偏矮，我係係啦，即係所以就變咗。手段有手段，腳段可能就輸蝕少少，係啦。但係而家都仲未決定。咁你要減磅噶咯喎，唔係要減磅。我睇過啲資料，其實你啱啱出道嘅時候係打負五十。係啦，出道嗰時係，但係因為後屘有可能有其他師姐入嚟，佢哋比我仲輕，仲更加細粒，係啦，咁係有兩個三個都係嗰啲位嘅，係啦。咁當然要錯開啦。係啦係啦，要錯開，咁冇理由可能為咗一個就將佢哋全部。犧牲咗，係啦係啦。咁但係你如果你真係減磅嘅時候，你真係會唔會個力量啊，同埋個飲食嗰啲就要咩嘅咯喎？飲食可能要控制，因為我都比較中意食嘢，食量比較大，係啦，因為釋放壓力，我覺得食嘢係唔錯，係可以食少啲，仲可以慳翻啲錢，因為食嘢都好貴。咁你自己點諗？係咪真係會？大家即係衡量過啦，都要係咪？都仲未做最後決定嘅。即如果決定，你就真係要向住呢個咩嘅？因為你如果係真係要杭州，就要減磅，同埋都要睇對手。係啦，因為其實亞洲輕磅嘅五十同埋五十五都係勁嘅，因為都係啲咩世界第一、第二，都係。都係，因為如果係喺歐洲或者係南美嗰啲咧，就嘅磅數啊，重磅啦就，重磅啲啊，嗰啲就係，係啦，就另外一個世界。係啦，咁所以就都仲未知其他國家啲選手，因為亞運你出四男四女，係啦，就未知佢哋啲安排或者有邊個可能呢幾年又有啲好勁嘅彈咗出嚟，咁都唔知，咁所以就都仲未決定嘅。你哋有冇部署影響咧？因為點解咧？奧運因為。通首道啦，咁東京奧運咧就納入咗個項目。係咯，咁之前唔係啦，咁之前會唔會對你哋對外邊嘅選手個睇法同埋嘅訓練方法有冇唔同咧？你哋自己內部睇。我都覺得好大分別，因為咧一話有消息係可能入奧運嗰時咧，就其實好多其他國家同埋地區都已經係。投入好多資源，虎視眈眈啦。係啦係啦，咁好似中國咁啦，佢之前可能都完全唔係話好 care 你空手道，咁咧佢一
知道了這些消息之後，他可能就會立刻請外籍教練，又立刻又可能跆拳道、散打轉點，因為他們實在太多人選可以轉過來，即是組手方面，所以就對於我們來說就競爭大了很多，因為可能是以前你出去打世界聯賽，你可能是無限你排名幾多你都可以報，現在就不是了，你可能是有些世界聯賽你要排名頭64，你可以有資格報名先。六啊四，而家40。哦，都好犀利。40零，世界四十幾咁都 OK 啦。係啦係啦係啦，咁就可能係比較難，可能係冇排名嗰啲運動員咪打唔到咯，就變咗你好難，因為勁嘅就會只會越嚟越勁。明白，係會嘅會嘅，即係從來都係呢個社會就強者越強。富者啫，唔係咩？貧者越貧就富者越富。因為你要通過參加啲咁嘅賽事，你先至可以提升。你有積分先嚟打。咁佢對門閂咗，咁你就入都入唔到去，你點提升咧？咁你而家嘅狀況點咧？你就要打咯，不停咁要打多啲賽事咯。要保住個分，要保住個分，係啦。不過好彩，即係可能係亞洲賽啊、亞洲錦標賽呢啲分都係高分嘅。高啲嘅。係，都會比較高。即係錦標賽嘅分數就比嗰啲聯賽啊。錦標賽同埋世界聯賽嘅分係一樣，係啦。我哋仲有一個叫 CSA， 就係可能係呢啲世界聯賽嘅分嘅一半。啊，即係你贏咗上咗，係啦。即係佢有唔同級數嘅賽事。係啦，係啦，係啦。咁要加強訓練啊，加強成。要。好啦，咁我即係講嗰個問題就話，我哋而家新嘅中心啦，我哋嗰個運動員培訓嗰個訓練同埋中心落成咗啦。我知道有5個項目啦，就跆拳道啦、體育舞蹈啦。空手道啦、武術啦、柔術啦，咁就空手道其中一個啦。咁其實你對呢個中心你有咩睇法？即係話，因為我有啲人話，以為中心開咗，要全職去入去訓下要成嘅喎。咁對你而家嘅訓練問題，澳門咁細，使唔使去訓咧？即係算唔算轉宿咯？咁近出嚟都唔使啦，練完咪翻屋企訓都得啦。你點睇呢個訓練中心？你去即係睇過或者表演過啦，開幕嗰時。你點睇呢個訓練中心？同埋你會覺得會有邊方面可以加強好啲？同埋邊方面你會覺得應該要繼續做得好啲咧？你睇？我就係略略睇過，因為我表演嗰時就係去嗰個表演場地睇咗，同埋因為佢隔離就係重訓室，係啦，咁我見到重訓室。都好滿意，係啊，係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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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哋都好需要嗰類嘅訓練嘅，係啦，咁就如果話希望佢有啲咩加強啊，可能係物理，可能係有埋物理治療師喺嗰邊啊，係啦，係啦，係咁至於話係唔係嗰度留宿呢個問題，我就覺得我自己係覺得可以喺嗰度留宿，因為有時我哋練習咧，譬如星期二、星期四咧，我哋練完技術之後咧，會有一節係健身嘅。咁健身咧，你健完身都已經去到10點完。係。係啦，咁你沖埋涼走咧，翻到屋企都已經成11點。係啦，但係咧，我哋星期三又有朝早嘅全職。係。係啦，就練7點半。哇！好早喎。係啦，七點半或者而家晏咗啲8點半。係。係啦，係啦。都係早嘅。係啦，咁就變咗係休息時間就，我覺得係如果唔使騰嚟騰去嘅話，都好嘅。係啦，可以有多啲時間休息，第二日。即係準備充足啲，即係體力好啲，再去練習嘅效果都會好啲，我覺得。怕悶咧，或者怕唔怕？你屋企唔係噶嘛？屋企有父母照顧啊，媽咪係咯，執牀都唔使自己執，即係嗰啲湯咯，飲少啖喎，又執湯喎。咁你呢方面你又點睇？我慣咗，因為之前可能去伊朗練習練一個月啊，三個星期都係咁過，我自己就覺得冇咩問題，因為細嗰時。喺醫院可能有時冇洗衣機都係啊，自己手洗係啦，都係咁啫，都係咁啫，係啊，所以我就覺得冇咩大問題。冇咩大問題，即係但係其實即係如果係入去瞓嘅話，都係你三個嘅全職嘅啫喎。係有啲悶，唔係嗰時候你講咗，因為咧可能佢哋話咦，如果譬如有啲暑假啲唔使翻學咁，咦可唔可以嗰度瞓埋啊？佢話可能第二朝練埋朝早咁。咦係喎，係。房間 OK， 咁我覺得都係可以諗嘅，呢啲都係。因為而家你得三個啫，盧偉傑啦、郭建恆你啦，哦，咁就變咗三個全職。如果真係要留宿嘅，就都係三個。喂，咁攬埋都唔係好嘅中心，攬埋都唔係好多人嘅啫喎。唔係你訓練嗰陣時訓練好多人㗎嘛，訓練就多啦。我話喺入邊生活就唔係好多嘅啫喎。應該。因為我唔係好清楚其他項目啲全職有幾多人，應該都唔係好多。咁你即係仲未入去嘅，依家都係。我哋1月6號
就開始入去訓練喺嗰度，住就未定，應該未冇咁快，我都未咁快。唔係唔係喎，阿黃少爺講嗰個構思幾好喎。因為點解咧？你集訓隊咁多人啊嘛，啊平時翻學啊，或者咁問咩咧？如果暑假或者咩啲假期或者啲成班人都可以入嚟嘅時候，個訓練氣氛又好啲，大家嗰個團隊氣氛又好啲，又會悶喎，真係。個飯堂佢頂唔頂得順先嘅就係應該頂得順啩？我唔知啊，有飯堂我都未睇過。係咯，即你養住咁多人喺度嘅時候，你一定要個飯堂 OK 啦，係嘛？我啱啱就韓國。韓國嗰個訓練中心飯堂好正啦，啲伙食又好正啦，不過唔知呢度因為如果唔係又要出翻去食飯咁，即係費時失事啦。誒，佢話會有咩嘅？係啊，有啦，會有。咁即係多啲。如果啲譬如集訓隊，其他嘅時間或者係假期或者暑假，係因為其他地方會有一個叫 training camp 嘅，即係可能密集式訓練，可能係一班人又係，係啦就。一個星期啊，兩個星期咁住埋一齊，就練兩節啊、三節啊咁，都會有。嗰啲都好玩嘅，嗰啲都條件可以啊，因為佢係可以三百幾人瞓住宿噶嘛。咁既然你如果有咁嘅條件嘅時候，咪幾好咯。好啦，到而家訓練，你覺得而家訓練方法點咧？如果想繼續喺空手道呢個，你都咁多年啦，你覺得邊方面不足，邊方面可以做好啲嘅？如果我哋想，即係我哋因為一直嚟講，空手道係我哋嘅優勢項目嚟噶嘛，喺攞牌嘅咁多屆亞運又好，其他咁嘅上。如果我哋繼續想保持呢個情況嘅時候，你會覺得有啲咩要做嘅啫？競爭又咁大，競爭大，我覺得運動員自己本身都好重要。即係如果你即係想攞獎或者想有機會攞獎，你首先要自己可能要練的量要足夠先，係練嘅量足夠。梯隊夠唔夠咧？而家即係入行嗰啲，唔係做嘢先入呢個運呢個項目嘅。都有，不過可以每年，因為我哋嗰個可能係都有，但係咧有人嚟都有人走嘅，我哋係啦係啦，咁就希望，因為而家都有幾個junior 嗰啲都唔錯，我覺得係啊嗱，我可以打上去嘅，係啦，就希望佢哋，因為好多時咧，佢哋咧打得 OK 練都 OK， 但係咧去到高三就又要出去讀書，讀書係啦，讀書或者係可能譬如讀大學讀醫啊嗰啲咧，佢就完全翻唔到嚟㗎啦，係啦，就會覺得好嘥，就希望係可以留低喺度，係啦，就可唔好變咗斷層啦，係啦，人一方面啦。即係要佢哋留低咁啊，梗係要有相當嘅條件啊，或者嘅吸引力咁先得噶。咁你覺得現在嘅吸引力夠唔夠？我唔知今年定上一年咧，加多咗一個係叫大學生嘅計劃，即係例如一路讀書，一路訓練，訓練時數就比平時啲人多啲，比全職又少啲。我覺得呢個唔錯，係因為其實主要係都好睇大學方面支唔支持，係啦，咁就。澳大都支持，即係體育局有啲咁嘅 plan 啊，係啦係啦，可以再同啲專上學院嘅再加，係啦，因為我見佢都慢慢開始優化緊，即係等後生嗰啲可以係有多，總要有個誘因咁先得㗎，係啦係啦，即係我留喺度讀，可以繼續訓練，咁或者條件如何啊，發揮如何咁先得㗎，技術層面咧，或者技術層面有冇嘢要可以優化，繼續優化？或者其他配套或者邊方面會記得？配套，我覺得物理治療咧，但係聽聞新嗰個集訓中心有提供，因為我覺得我哋練完集放鬆好緊要，係放鬆好緊要，係啦，恢復好緊要，係啦，因為如果唔係嘅話，你好容易會整親啦，係好容易整親，係啦。一攰咧就會影響咗下一次訓練嗰個質量。係啦，係啦，係啦，就希望可能係有物理治療師，可能你練完就可以即刻去做下放鬆啊，咁就會好啲。係，咁我記得年頭嘅時候咧，你就攞獎金啦，即係嗰個頒獎金嘅儀式咧，就話講過希望今年嘅成績會更好啦。咁其實依家都十二月底啦，差唔多啦，中啦。咁其實總結翻成年，咁你覺得自己個成績達唔達到年初嘅時候嘅期望咧？有達到，係啦，因為就今年喺亞洲錦標賽都有攞獎嘅，攞開銅牌去。係啦，銅牌係啦，同埋亞洲大學生都有攞，係啊，都有攞獎，係啦係啦，咁我都 OK 啊，今年都豐收啦，係啦，但係我又即係成日都問個問題，我哋喺亞運咧都銀牌攞過，銅牌又攞過啦，硬係要爭面金牌，咁其實爭啲乜嘢嘢咧？其實
因為唔同代即由一關嘅開始，佢就攞銀牌啦，一路咁打落去，似乎即係啲銀牌都攞過兩三面啦，都攞過銅牌仲多啲添咯，但硬係就爭過金牌嘅，爭咩咧？希望下一屆攞到。原來就係套你呢句嘅啫，其實就係。咁嚟緊會有咩賽事啊？最近係今年啦，應該係嘛？係一月嘅。巴黎世界聯賽，係啦，世界聯賽，係啦。咁好啊，咁今日嘅時間啊，又到啦，非常高興啦，黃穗，咁你希望佢達成願望啦。咁首先咧，喺巴黎嗰個賽事咧，能夠攞好成績，跟住最終咧喺杭州亞運會嘅時候咧，攞更好嘅成績，好冇？好，預祝你先。我哋今個星期五嘅體操論壇又到呢度為止啦，下個禮拜五同樣時間9:30喺 Facebook。我哋澳門體育周報嘅專業裏面再同大家見面，拜拜。拜拜拜拜。拜拜。